老板娘，我又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哦？不理我哦？不理你就不理你呗，谁叫你每天都要气我啊？气得我大姨妈都不会来。那前两天的我买那个葫芦，我回去问我爸啊，我爸现在告诉了我啊，要哪一种葫芦啊？但是你大姨妈不来，不来还好啊，干嘛要让她来？你大姨妈来了要做饭给她吃啊。你连大姨妈都听不懂啊？大姨妈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啊？还要做饭给她吃？你会说话就好好说，不会说话你就跟狗一桌。大姨妈不是你亲戚吗？你妈的那个，你妈的姐姐啊，是表姐还是亲姐我就不知道哦啊，那些事就不用说啦。啊，我今天要买东西啊，不要玩手机好不好？我晕，现在不想跟你说那么多，东西我也等一下再卖。现在拼多多恋爱季大促销，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就有机会获得2023元恋爱补贴金。这么好啊？对啊，我已经抢到啦，名额有限，链接在就还是有名额哦。那我也去抢一下。那你现在是不是还要买葫芦？那肯定买啊。那要买就快点啊，走啊，在这里哦。好凶哦你哦，是要这种葫芦啊，可以咚锵锵咚锵锵啊，这个怎么卖？48一套，还有个盖子在那里，自己拿。48？你这里只写45。我说48就48，我就是要卖你48。为啥？不知道。这么贵。我就卖48，别人就卖45。那你要不要嘛？要啊。那去买的。